断卧修善要不要做？要做，要做得很认真。为什么？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做得非常认真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这就是做而无阻，无阻而做。啊，从理上讲呢，无阻；从事上讲呢，真干。啊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念佛人全心全意靠定阿弥陀佛，所以海贤老和尚也给我们表这个法啊，他老人家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，这就靠定了，这个我们要学。那我们的根本是什么？根本就是阿弥陀佛。这世间有几个人有依靠？那个依靠能靠得住吗？阿弥陀佛靠得住，一点都不假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化身如来啊！我们起心动念，他知道啊；我们言语造作，他知道啊。啊，常常想着，我们的警觉心就提升起来了。啊，决定是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啊，我们看文，这个里面讲的于此三思，啊。决定起源，第一个啊，初如来断的真因啊，这个就是烦恼无数习缘断之啊，是断的善法无量愿习修之，这是智德啊，这是如来智德的真因。第三，众生无边习愿度之，这是恩德。啊，要不要修？要修，要很认真的修。可是从理上讲呢，断卧不着断卧的想，行善不着行善的想，度众生不着度众生的想，就对了。这就是安住于中道实相啊，不是说安住中道实相啊，我也不管他了，不要去断善，也不管他了，别去修，众生也随他去吧，啊，他有他的业报，这就错了了，这完全堕落到凡夫了啊！所以断卧修善要干，非常认真的干，不着相啊，着